管是行销还是宣传都要有点噱头，而现在呢，宣传电影有新招了，就是拍同名的搞笑电影，再利用网络平台来做宣传。像是香港港星林家栋，他就不顾形象和网络之神蔡阿嘎一块顶着猪鼻子扮丑演出。类似的搞笑哭手呢，其实之前这天王郭富城也做过。哎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！怎么不是？不是吧 ？OK。张仔，三个人用手指头顶着鼻子，看到大大的猪鼻孔，大牌明星献丑画面超经典。你们猜得出来他是谁吗？这样就林家栋，那我就刘德华了。还3D 了没？哦，行，看到没？怎么可能？我赢了。拆下来，真的干嘛？拆下来了。怎么可能是林家栋？林家栋，对呀，他们在干嘛？脱下防毒面具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他就是跟刘德华一起拍电影的香港港星林家栋，和蔡阿嘎一起哭搜搞笑。影片才发布一天，就突破18000人点阅，人气指数大爆表。这类型的搞笑影片，还有这一个平常看起来冷静爱耍酷的天王郭富城，竟然也不顾形象，和蔡阿嘎一起联手搞笑。两人在影片中狂打喷嚏，还把吹风机当警枪。郭天王最后还破音收场，笑翻全场。三 D 蔡阿嘎，好三 D 啊！大魔王，好三 D 啊！这种感觉啊，我是三 D 黄子佼，哎呦，好三 D。网络宣传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，蔡阿嘎在网友间的号召力，连香港天王都看得见。下回会不会有好莱坞巨星走进台湾网络世界？谁说不可能呢？记者曾彦勋、李安颖，台北采访报道。